大家好，我们是 9%。 因为行程原因，很遗憾这一次不能来到现场，但我们会在场外为大家打 call 加油，希望大家继续在泡泡社区支持我。偶像来拌饭，娱乐认真玩。4月29日，期待2018爱奇艺粉丝嘉年华。